教育部微调高中课纲引发争议，民进党立委邱志伟正立军核心权12号召开记者会痛批教育部长蒋伟宁不顾史实和民众反对，强行贯彻总统马英九的意志，已经严重失职。认为教育部企图掩盖历史，不排除对教育部长蒋伟宁提出行政诉讼，政治介入教育，进行洗脑教育。第二，课纲修订违反程序正义，违法调整课纲。 第三，编造虚假的课纲，掩盖了历史真相。第四，删除白色恐怖的历史，否认历史的恶行。我们也呼吁社会不要漠视政府这样的一个恶状恶行。民进党立委呼吁社会团体站出来，立委邱志伟也认为这次课纲的微调引发社会各界的团体要求撤回课纲，对原住民族的历史更是边缘化。这次的调整。 在原住民并没有太多的琢磨，也没有太多的调整。如果要调整，我们坚决主张原住民历史部分应该要有更多的篇幅，要更正确的陈述。 原住民在台湾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的这个角色。不过，国民党立委日前也曾经开过记者会力挺教育部，不认为程序有任何的问题。立委王庭生也强调，教育课纲必须严谨面对史实，不因政党不同而扭曲。这次的历史课纲微调合法合宪合程序，对于整个课纲跟史实，不但是做了正确合法合宪合规定合程序的微调。 那么，对于我们的子弟的教育做一个完全的负责。课纲微调议题越演越烈，立法院新会期即将在21日开议。针对教育问题，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朝野立委都不甘示弱。民进党立委则表示，将更以严格的标准审视教育部的各项预算以及政策。教育部及文化委员会新会期可能将成为火药库。记者陈立武56立法院采访报道。